桃园这个城市有将近120,000名的外籍移工，那有这么多的非公民跟我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面工作跟生活，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透过自己发声来改变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共同生活，共同决定。共同生活，共同决定。移工要公投，移工要公投，移工要。市长都感恩的。去年我们举办了移工公投，要求政府要看见我们非公民的存在，即使我们不是公民，但对于有关我们的法律，我们仍有权利表达意见和对政府提出要求。这次的修法只带给雇主利益，反过来说就是对我们劳工不利。蔡英文总统通过劳基法的修改，不但改得越来越糟，而且剥削劳工、剥削劳工的们越来越多。它不只影响到外籍移工，就连本地劳工也严重受到影响。修法减少了3小时轮班间隔时间，由11个小时减至剩8小时。修法也让我们可能连续上班12天才能休息2天。修法同意雇主有理由将我们的年假从今年移到明年，并且不让我们休息。修法让我们要加更多的班。在去年的修法中，政府已删去了7天的国定假日。这个修法不只要求我们要加更多的班，也减少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也是人，也需要休息和健康。我们不是无知觉的机器，不能让雇主操到精疲力尽。工要守，工要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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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多点来听我来。Hôm nay, tôi đến đây với tư cách là người đại diện. 而目前在台湾，全民公投仅限于本地人能够参与，移工们的参与被视为无法定效力。虽然我们是外籍移工，但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有不少的贡献，所以我们有权向台湾政府对关于我们的政策、有关我们的政策表达政见、愿望和要求。今天我代表天主教桃园越南殉道圣人团体，要求台湾政府废除不公的政策，像是还给劳工们7天的国定假日，移工有权投票和废除2018年1月蔡英文总统通过的劳基法修改。建立在这些要求之上，我们希望在一个有自由、民主和公平的国家生活和工作。我们也希望台湾政府能理解和倾听我们劳工的需求和愿望。台湾移工联盟在去年年底其实针对仲介制度还有移工不得自由转换雇主以及家庭看护工没有劳动权益的保障提出了移工的公投，但是因为他们的非公民 的身份一直没有被政府看见他们的诉求以及要求。而对于劳基法目前的修二还有七天假被砍的这个情况，台湾移工联盟在4月29日的时候发起了非公民自己的投票，在移工社群之间，我们也针对劳权两个修二的方向进行了公投。这个代表了移工虽然是非公民，但是我们也对于台湾的劳基法或者是劳权的修二也有我们的意见。劳动权益不应该因为国籍而划分，非公民的身份不能成为排除他们的声音。在去年2017年到2018年这段期间，桃园市就发生了2起重大的火灾，导致了有8名的移工因为火灾而死亡。那在浸棚案跟细卡案这2起案件中，更凸显了移工政策上面的缺失。那我们不禁质问的是，有一个计划书叫做深造服务计划书。那这个计划书里面呢，明确规范了这个移工宿舍的这个裁量的基准。但是我们在进棚里面看到的是，雇主自己勾选了全部的自评列，但是呢，公部门却没有任何的检查的记录。那更从进棚这起案件，我们就看到了政府部门有多么漠视移工的这个居住的安全。那如果移工们不自己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的话，有谁会为这群非公民，有谁会注重这群非公民的权益呢？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次的非公民的这个投票，来向政府还有社会宣告。
我们移工也是台湾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也需要政治权，我们也是人，我们也会为自己的权益、为自己的政策担心。